一心要把正义伸张，荣华富贵我不向往，只求美名万世流芳。经过多少辛酸血汗，只为追求崇高理想，经过多少蜕变风霜，真理是我唯一方向。往前冲冲冲冲，我要冲破黑暗。往前冲冲冲冲，我要冲破黑暗，迎接阳光。往前冲冲冲冲，我要冲破黑暗。往前冲船长，船长，干什么？你吓我一跳！我已经开第三趟了，开了三趟，还有两趟没开了。不是只有三趟吗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拿身份证，你是拿护照的呀。船长，我好像家里有事。有事？不开就算了，今天工资不要领了。都跟别人不一样哎！哎呦，这里不都是 power 吗？ power 什么字吗？油压方向，油压方向呢是一个词都给搞定。你看，看，你看，看，哎呦，别害怕。对了，我在马来西亚。怎么样？这我游艇，漂亮吧？来，你看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那是当然的了。那你要带我去哪边？忘记了，今天我要参加一个国际汽车大展，我要多买几部车，我本身好换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嘛，今天我也不能陪你去哪边，我很想去，可是现在没办法，只有请你下车。来来，请下车来。我换衣服去了。哎，大哥，等一下，大哥啊，你今天小费赚多少了？你说什么？小费啊？什么？小费啊？就你个头发小，你还给我提小费呢？客人也不会给我招呼一下，害他在我的保卫上跟我大吼小叫的，我面子往哪摆？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要我怎么的？你还敢顶嘴啊你啊？哎呦，你看看 XO Johnny Walker， 你随便灌了两杯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嗯？为什么？问你。今天的酒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嗯，还剩办了点人事，我去换衣服了。大哥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买蛋糕的钱
你有没有啊？你做什么？买蛋糕的钱，这你也要着急啊？不是啦，我是怕你胖马子又把钱给花掉了。你真是的，我告诉你说，我早就想好办法了。真的？等一下，你先跟领班借点薪水，这不就有买蛋糕的钱了吗？大哥，大哥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又借我的薪水了？什么？又借你的薪水？对啊。你不服气啊？不服气简单，我马上送你回马来西亚。啊，不要不要啊，大哥，千万不要，我借。顶在，我给你代办的嘴，你听我话好，拜托了。哎呦，哎，努啊努啊，所以，哎呀努。哎呀，欠人的都好人啦。我好啊，我客气了。三块，两磅嘞，两磅不是一千块，一千，你无办嘞。八块钱，我八块没卖啊！我听我声音。王老板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别急着走，待会我们吃个晚饭，跳个舞去，那多好呢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正好有事情，改天我一定好好陪你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就不耽误你了。嗯，谢谢。汪老板。我已经把安诺的酒给准备好了啦。对啦，酒都准备好了啊！你把菜烧鱼就搞定了，知不知道？那蛋糕呢？蛋糕，大哥要我去借钱了，说什么要帮安诺准备一个大的礼物了。他说去电动玩具里面晃一晃，结果就把我借的薪水通通给输光了啦。你怎么那么廉耻啊？你就没有玩是不是？你敢批评大哥啊？放心啦，我已经买蛋糕回来了。哇，好漂亮的蛋糕！阿妹，你今天准备去补习？哎，今天是阿诺的生日，我当然要请假了。顺便啊，我煮了几样你喜欢吃的菜。哎，好像阿诺回来了。哎，关灯。生日快乐！你不是阿诺？这么说，丹尼诺就是住在这儿了。我们是警察。丹尼诺已经死了，我们来通知你们的。啊？什么？总是人刻骨铭心的乡愁，如果深深经历那种感受，才会明白为何长满心头。啊，只要独处，日升日落，许多感触。
那些外国金丝猫，还本来从事色情交易，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不错了啦，你还有女人看，像上回我到矿区去抓人，搞得满脸黑黑的，当地的警察以为我是菲律宾劳工啊，害得我差点被抓起来。说起来也可怜，这些抱着捞一票的异乡人，初到台湾，无法免除语言、文化、生活习惯的问题。此外，在躲躲藏藏的心态下，难免产生焦虑、空虚、易怒的情绪反应。所以，遇到刺激就不容易克制。说的也是，这些外籍劳工啊，没有一点背景关系，一出了事情，我们到哪去找人啊？哎，咱们事情都忙不完了，还要伺候那些外国人，什么玩意儿嘛？你就别抱怨了，立法是政府的事情，我们干警察的职责就是要执法，如果不能任劳任怨的话，那就没有资格干警察。就忍着点吧，七八，你不要紧吧？没关系，只有忍着点嘛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对不起对不起，搞什么？已经快两个钟头了，车怎么还不回来？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在这等着损失，向我们公司照价赔偿。是是是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欧阳西施，哎经理，你怎么搞了？干系统的，这开到哪里去了？不不不不不是，经理是这样子的。因为徐总是临时出毛病了，哎，我还好心把他开去修一点。经理，你少来这一套，我车子好好的，怎么会坏掉？徐总，不要这样子嘛。虽然你开的是奔驰车，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不会出毛病呢、啊。要不然的话，那奔驰保养厂不都关门了吗？你少啰嗦，钥匙给我。这种餐厅以后我再也不来。徐总，我的小飞呢？徐总，其实小飞我给你好不好？啊，经理，你给我，哎。谢谢，客人走的时候，你听到他怎么说没有？他没，以后再也不来了啊！哎呦，经理，这个客人脾气这么坏，想守他去干什么？不来算了。可是这个月因为你已经有五个客人以后再也不来了，五个，所以你也再也不要来了，你给我滚，你给我滚！经理，不要这样。你搞清楚啊，我的工资可比别人低啊，我损失比别人大，你给我滚，你给我滚！揍他！哎，哎，怎么了？钱！大哥，你怎么输那么快？笨，输得快赢得快，快点啰嗦了。来，啊，老板。来开单吧，来。哎呦，你这破机器，你个烂机器，你把我钱都吃光了，我恨死你啊！哎呦，你我怎么办呢？石头龙，你还有没有钱了啊？烂机器的破机器，你坑我的钱，我打死你！我想问你，我的钱都你输光，我怎么跟你玩呢？什么风度啊你啊！破机器，你弄我好几千块，我给你付了，我给你砸了他！哎，干什么？赵哥们，想打架啊？在我的指挥之下，合作愉快吧？愉快是愉快了，可是刚打完架，肚子又饿了。哦，简单，走，我们吃饭去。哎，大哥，你身上有钱吗？啊？哎呦，你笨呢你！哎呦，我要有钱还被人追着打？怎么，你也没钱了？我的钱都被你拿光了啊！
怎么样？这个餐厅吃中饭不错吧？对不对？放心啦，真的太贵了，我就不会带你们来了。人家本着点菜的，吃什么？哎，你比较熟，你点好了。来一份商业午餐好了。哎，有没有蛋炒饭？难得来一趟，吃好一点，我请客。哎，早说嘛，来份丁骨牛排，七分熟的，外加两个蛋。两个蛋。给我一个 A 餐。好，马上来。警察来了，赶快跑！我闻一闻，看一看，总可以吧？别丢人现眼，走了啦。小伟真是倒霉啊！怎么着？碰到我们两个，你看有这么多的钱呢。什么钱？对啊。哎呦，不敢。大哥，我还给那个小姐。是呸！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这么好的机会，到哪找去？何大哥，这是抢劫。呸！这不叫抢劫，这叫捡。可是大哥，我你还有，去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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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。抢劫啊！抢劫啊！大哥。我敬你，大哥干杯！哎，等等，你呀、啊，你这个臭小子，这怎么教都教不会。钱是好东西，赚都来不及赚，你还往回送啊啊！你真笨、啊！打我！哎，大哥大哥，那个女的好像文丽啊！哎哎，我他妈说你笨就是笨，你眼睛还花，好像文丽，她就是文丽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大哥。文丽这个时间，不是应该在补习吗？你看，你看，她怎么跟那个男的搂搂抱抱的，往宾馆里面走进去？哎，大哥，他们想干什么？哎，笨呐，你真是！那一男一女上宾馆，你还能干？对呀，石头龙，我得跟他去宾馆干什么？你冷静一点，千万不能动手打人、啊。他是贱人，他勾引我丈夫啊！你这贱人居然敢勾引我丈夫！你马来西亚的男人都死光了，居然卖到台湾来了！你这贱人！哎，你们可以这么冲动？他勾引我丈夫！哎，你这样，外戚老公，有些事情我们会处理的。这位太太，你应该劝劝你先生少去风化场所，你这火气就被那么大。你说什么话？我告诉你们警察，我先生归我管，你们赶快把这眼睛管好就好了。是你，其实我们来台湾的目的只不过想多赚一点钱，我也不想惹是生非。台湾真是你们的天堂吗？
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缩在你们社会的角落里，过着不安和恐惧的日子。只不过，我们都有一个梦想。越美丽的梦，越容易破碎。就像阿诺一样，他达不到他的目的，所以他逃避，他自杀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再说，不要再说。对不起。外籍劳工确实给我们带来许多的麻烦，你只不过是冰山一角。签证到期前，赶快离开吧。离开前，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。你哥哥那边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哎，小心一点啊！太危险！哎呀，哎呦！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笨，人有三急，在这等着啊。过期了，啊，过期了，过期了，对，啊，给我到分局，啊，跟着，哎哎，警察，你别误会，别误会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，他是过期，但是呢，我们啊是来水泥厂办事的，公司啊，我们办延期了，你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到公司去问好不好？哎，你知道我们公司董事谁啊？他是王永庆呢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啊，王董事长，啊，我是马来西亚欧阳啊，啊，没什么啦，我跟那个一个警察啊发生点误会，您跟他解释一下好不好？哎，谢谢啊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王董事长亲自跟你讲话，机会不容易啊，来，你快听吧听。大哥，干什么？快跑啊！他在跟王永庆聊天。小伙子，长相就不错啊，不愧是智勇双全，你们的发财机会到了。哎，哥，说真的，我们来台湾已经快三个月了，还真难得有这个机会在这种地方吃饭耶。那得感谢我这只脚。哦。对了，你那个脚好多了没？好多了，我打算明天就去上班。哥，你不要那么急着赚钱嘛，反正我赚的钱我们还够用啊。那不一样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不谈这个。哎，哥，你看看这种地方，跟你想要开餐厅的理想差距有多少？差远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将这个庭院的格局变成是一座座凉亭，再加上柔和的音乐和灯光，使顾客在视野跟听觉上都达到完美的境界。还有啊，一家餐厅最好不要开在大马路，应该在郊区，开出一条商路，
让顾客犹如身在世外桃源一样。哎，哥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已经感受到这种意境耶。说归说，离理想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路程。我想，那只是我的一种梦想。哥，那也说不定啊。只要我们努力赚钱，理想还是会成真的。你要有信心。我们行的那天，也是护照到期那一天。刚一跳，一个闪，怎么样？我不干啊！哎，文杰，哎，别走啊！你什么毛病啊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大笔钱呢，你不赚，你想干什么啊？我没兴趣。哎，文杰哥，我们真的可以分到好几百万呢。哎，文杰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你不是说要实现我们的梦想吗？哈，现在大好的机会，你把它怎么放弃掉？你能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我们又能干什么？哼，凭我们的工作，一辈子不可能赚很多钱。哼，放弃这个机会，谈你的梦想 ，forget 了。好，再说阿诺，阿诺，他是我们的头，他最聪明，又是个技术人才，结果呢？还不是现在环境之下，啊！你不要逃避。我告诉你，沈文杰，失掉这个机会，就永远不在了。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啊，冒这个险？如果说这笔钱我不赚的话，我心里不能平衡。我们很年轻，我们有体力，钱我们可以慢慢赚的。怎么赚？我们又不是文丽。文丽，文丽怎么了？我，哎呦，石灯笼，你就不能扯别人是不是？啊啊！文丽到底怎么事情抖出去，那还能干吗？哎，大哥，有那么多钱，阿才为什么不去赚呢？你有那么好干啊？老板，阿才为什么不干呢？总归一句话，就是怕死。那还不简单，把阿才干掉，不就解决了吗？哎，对呀。哎，石德龙，你看看你脑袋瓜子。越来越聪明了，怎么样？我调教的不错吧？变聪明了啊，长见识了，不错。那谁去干呢？啊，他们出的主意，当然是他们去干了。啊，这，我靠！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惹的麻烦。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？错！
为什么还想骗我？你走啊！怀里，怀里，你给我站！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除了这种方法以外，我没有其他办法才可以赚这么多钱了。谁要你赚那么多钱呢？我们好好的在这个地方，好好的过正常人的生活。文丽，我错，是我太自不量力。文丽，我不应该打你。这玩意儿你们用过没有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玩意儿我会没用过啊！大哥，你不要逗我，你逼我没关系啊，被这玩意儿逼到，我就这个嘞。不知道，怕什么怕？不用就行了。不过警告你们了，阿才可是玩这个的能手啊，你们要注意点。我对枪法实在不行，你可以吗？你干什么呀你？没什么问题吧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可是神枪手啊！记者不是 A 好在这儿吗？人呢？能不能进？在哪里？真的是我打中的，你他妈还跟我装蒜呢啊！啊，兄弟，钱呀，钱钱钱，好了，大哥，他们走了啊，刚走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用这招有没有用啊？哎呀，当然有用了，最起码他现在知道已经杀了人了，对不对？不给我们办事儿也是不行了。大哥，高！厂长，陈文清，你的伤好了没有？谢谢厂长关心，已经好多了。哦，那好了。厂长，晚上不是有夜班吗？我是来加夜班的。现在生意又不好，你看，这车子都空了，停在这个地方，还加什么夜班吗？是是是，厂长。那我明天再来。不用来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来上班了。厂长，你不能说辞掉就辞掉我，最起码他们每个人一个月都领30000多，而我才13000。厂长，你千万不能辞掉我。你搞错了。你看，我们请那个 CDB 任染，一个月才7000多块钱，你一个月要10000多。厂长，请你念在。我曾经救过你，千万不要辞掉我。好了，你不要来了。公事归公事，工作归工作，你要搞清楚一点啊。厂长，厂长。大哥，我们一直看他站在那边干什么啊？
我啊，怕他跟阿诺一样。你不要一天到晚都是阿诺阿诺，我跟阿诺不一样，我不会想不开的。啊？我们不谈阿诺，我们谈个现实问题好不好？我们来这边是不是淘金？你赚钱了，还是我赚钱了？哼！啊，难怪你不急啊，你没为我立，他赚到钱了。不是你批评我妹妹，你干什么？我没有批评她，你妹妹是赚钱了，而且赚的比我们多。你个大哎呦，大哥怎么样了？大哥，来点手。我靠，打我！我说错了，你妹妹是比你懂的机会啊，她最起码懂得赚钱的啊！你错了，你还说？哎呦，我天哪！哎呀，大哥，哎，警察！哎呦！哎呀，我操！大哥，大哥，不要再打了呀！阿星哥，哎呦，你打我，打我什么用？你既然那么疼你妹妹，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赚一笔钱，让你妹妹少受点罪啊？啊？豪哥是谁？我就是豪哥，豪哥，我给你介绍，豪哥，你好，豪哥，多谢你照顾我们兄弟，等事情办完，我们拿了钱就走，好，爽快，我也喜欢干脆，等办完了事儿，拿了钱你们就走，豪哥，你放心啊，这文清出马，这万事 OK 啊，他的技术是一流的，而且啊，他也是我好哥们，好。那一切就看你们了。哎，你放心、啊、，no trouble，no trouble。记住，动作要迅速，要快，用枪把他们压住，打开保险库，拿出有价证券，完了以后，我们通知保险行，叫他把钱准备好，在码头等我们，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办完这票，我上车马上就回马来西亚。行动上应该原则上是不会有问题的，逃亡路线也都在这边，只是你看那安全吗？路线逃亡的行程没有问题，我已经兜过一圈，就在八里的外海。哦，王局长，你开卡车常经过那边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常去那山海关场地，就在那附近。哦，哎，对啊，哎，文明，你通知了没有？我已经告诉他，让他明天请了假，说有重要的事情，然后在家里等我们电话。哥，你现在楼下等你，快点。哥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到海边去吊祭一下阿诺，然后呢？然后，哥，能不能不要去？我都知道。你，他们已经在楼下等我了。这不是问题，就算你要走，你总该告诉我为什么。文丽，我们这一趟一去，回来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理想。况且，欧纳西斯、汉斯塔罗已经杀了人，我不能放下他们不管。哥，一点钟以前，
如果没有接到我的电话，就赶快赶到山海关餐厅跟我会合。故乡的香炉，我虽没有哭，只愿那雨漫步。阿诺，这是你最喜欢的歌。哎，给他，送给你了。离开前，有什么事可以找我。你哥哥那边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求一下，王仲煌先生在不在？阿诺，我来实习，在马来西亚开餐厅的理想，希望在天前保佑我。没有。如果你哥哥有犯罪倾向的话，现在你告诉我，而我们能够阻止他犯罪的话，或许还来得及。告诉我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他们可能还在海边。如果我们到海边找到我哥哥，那他还算不算犯法？在他没有真正作案以前，就不算犯法。如果来不及，希望不会。在此就来不及了。报告队长，我是王中华，有一个紧急情况，有一位叫马俊豪的指使三个外籍劳工正要进行一桩抢劫案。你好，王中华出任务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你这个组长怎么干？怎么出事了？王中华打电话来，长乐大厦发生状况，你马上调查一下马俊豪的资料。文辉，哎呀，调情况跟我走。是。哎，资料是，监狱主任。是。老板，你，把那包裹打开。要是要办，都走，快去。那不可以。说什么？说的。真的做了案，那你们可不可以原谅他？如果他真正的作案，我一定要逮捕他。损失大概多少？这个不记名的债券呢，跟这个股票大约是1亿多。1亿多啊？哎，是的。有这么多？哎呦。看来我们是来迟了。对了，你哥哥是不是会去接你？他有说过要打电话到家里给我。糟了，他一定找不到我了。那你应该知道他的行程喽。会不会去山海关餐厅？奇怪，家里怎么没人接电话？什么？会不会是电话坏掉了？不可能啊，我们出门电话还是好的，哪有这么巧？文丽会不会到餐厅去了？不要跟他讲了，叫警察处理好了。什么？
一定要叫警察是不是？对啊，啊，你还叫我干啥？你还不叫警察？哦，啊，慢慢。请问，当时的情况怎么样？实在没有道理，他们三个撞了我的车子，啊，又拿枪出来。他们的身份您知道吗？啊，他们三个看起来好像是啊马来西亚人。那他们往哪个方向跑的呢？哎，泰山往巴黎的方向跑。举手投降，我保证你们的安全。我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，否则我们就要开火了。喂，还有这个情况性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两个被你们兄弟害死了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这一生都是被这个梦想而毁灭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们走进了命运的死胡同。是，我并不怕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文丽。你他妈的还给我提文丽！你要不是文丽，警察会追到这边来吗？啊！你说，你们竟然想这干什么吗？你要想办法救救我，你阿哥救我！史大龙，史大龙，我
救你，我怎么救你？我已经杀了人了，就像文清说的，我们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。我救你，谁救我？谁又来救我们吗？陈文清，还有十秒钟。在中皇的安慰跟协助下，黯然地搭上了飞往马来西亚的班机。外籍劳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，并非一朝一日所形成。台湾真是他们的天堂吗？